小猫，现在呢，我已经来到晋江小黄鸭的总部了，好开心啊，非常期待，等一下去看那个新产品，非常的期待啊。这个是成年鸭，对啊，它分两种鸭，一种是小鸭，一种是成年鸭。你知道平常时我最头痛的是什么问题吗？就是带小孩子去买鞋子，对吗？所以平常时去买鞋子，因为我们桂平那边很少这种儿童的专卖店了，所以说平常时买鞋子啊也成了一个问题。今天来到这里啊，看到这么多童鞋啊，哎呀好开心啊，哇好可爱啊，哎呀这个是我们家娃肯定喜欢，你看，哈哈，有个小丫头在这里的。哇，好喜欢这鞋子哦！我们家小孩子穿鞋子啊，很容易出汗。就平时我给他买那些鞋子，也是四五十、六七十都有，但是穿了没有多久的那个，好，就是那小孩子那个脚很容易出汗，很容易臭啊。就是最怕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哇，这个拖鞋好舒服啊！然后它里面的毛好软啊，很舒服啊，哇这个冬天穿了就不怕小孩子脚会冷啊，这个超好，这个冬天，哇它有，你看它这个毛真的好软啊，那个毛又这个毛又细又软，买一个给我，给我牛哥玩，关哥，哇还有好多东西，可爱就是这张鸭嘴呀、啊，你看，哎，这个要买一个好不好？这个要买一个，因为到小孩子放假了，要带他去旅游啊，买一个这个其实很方便哦。冬天的毛毛鞋，看到吗？太可爱了，我觉得这个嘴巴就太可爱太特别了，这小孩的帽子小。现在我才看到这个鸭子，太萌了吧！这个我觉得，如果是家里面的娃过生日的话，可以买一个送给他，娃肯定会非常喜欢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么萌的水鞋，这么漂亮，这么时尚的水鞋。看一下这一个啊，你看这一个特别的大个，好大个啊！这个它也是存钱干的，然后呢也可以拿来做玩具啊。看一下，还有这个小黄鸭的这个杯子，你看它设计的非常好。现在天气热了，要给小孩子多喝点水啊，所以说随身带着一个瓶子啊，给小孩子装水是很好的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材质呢，全部是 A 类的，就是婴儿用的 A 类的。现在给大家介绍一款啊，这个是去痱子的一个粉啊，因为是夏天啊，特别热，有一些小孩子呢身上很容易长这个痱子啊，然后就可以。用上这个就可以了，这个是那个痱子粉，它有瓶装的。泉州开发区健康主题公园哦，这里是开发区哦，然后这里有个主题公园，我们进去玩一玩，这个工作业余时间来这里玩一下，不要叫啊。好，这里好多大石头，上面好多树，我们再走上去看一下。泉州啊，这我叫泉州最好多好玩的地方了。但是现在挨我们比较近的就是这个小公园，先来小公园玩一下。哦，这龙眼啊，准备的摘了吧。这里风比较凉快，带有干粮，这个的话我自己还有干粮，出门必带的干粮。
哎呀，哎，小心点、啊。这是飞机上留下来的吗？不是。好凉快呀、啊，爬到这上面好凉快呀、啊，加点这个更加的凉爽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凤。经过这两天这个考察呢，小凤决定啊，在这个月的15号，然后现场直播一场小黄鸭的这个专场哦。你看一下这个小黄鸭的一个大家庭啊，2、4、6，一家六口，红的、黑的、蓝的、黄的，是不是非常的可爱？这个东西啊，它是存钱罐哦。这个小朋友拿来存钱呢、啊，真的是又可以当玩具，然后又可以拿来做存钱罐。啊啊啊！快点！我觉得这一个买回去的话，我们家牛哥肯定会喜欢。小孩子不是准备要放假吗？我们呢也计划了，到时候带小孩子去旅行。这个啊，牛哥带拉上肯定会超喜欢。看一下里面，这个主要是考虑让他自己一个独立的，就是让他自己独立一点，是吧？自己捡好自己东西，对，让他学会自己收拾自己的东西，然后放进去。你看这条衣裳，哇，这个超喜欢，就觉得他这个是，看他怎么放，然后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装玩具的。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做妈妈的有什么不知道的嘞？我们是很了解小孩的东西。哇，小凤，这个你拿回去、啊，这玩具就不会到处丢了。这款我们家小弟弟可以穿。我觉得这款它比较好的，我发现我们好多小孩子穿那个凉鞋啊，他那个脚啊，都就是这个跑到前面来了。你看他这一个，刚好是保护这个脚趾头的，就是穿的话就不怕他的脚啊往前面跑。这种我要买一双回去，因为小弟弟他的脚啊老是跑到外面来，这个可以吧？买一双。这怎么穿的？这样子，这让我带着这个去沙滩喽，去海边了。哇，好爽啊！这个。你看他，我穿这个设计好特别哦，直接这样一穿上去就行了，看到吗？穿上去一拉就可以了。这个去海边非常的适合去海边，以后就把它折回来，这里给折回来，看到了吧？是不是去海边非常的爽？而且它这一条呢，它这种比较细一点的，就是不用担心会夹的这里很痛。哎，这双鞋子是好特别，去海边是很爽啊。